现在要上的东西叫做物质的世界，这边的学习重点有了解什么叫纯物质，什么叫混合物，什么是物理变化，什么是化学变化，这很简单。然后了解三态会变化的原因，温度跟压力。然后我们有教一堆检验跟物质分别方法，我们整个国中里面会学了很多检验物质的方法，好，那你要了解，要知道。那因为当初学的重点就这个重量百分浓度跟溶解度，当初的一个学习的重点，怎么去算重量百分浓度，它到底什么意思？溶解度什么意思？然后有什么现象跟应用？这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东西。OK， 好，就是状况。第一个是认知物质跟物态，什么叫纯物质，什么叫混合物，然后呢，物质的三态，固态、液态、气态，就是这部分。来，我们所谓的物质就是具有质量，占有空间，这个古时候就讲过一件小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教的叫做物质，物质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物体。铁可以做成铁钉跟铁椅，铁钉跟铁椅叫物体，也叫做物质。糖是一种物质，可以外表上可以是方糖，可以是冰糖，那就是物体。我们教你的是物质的性质，我不管它是什么物体，我教铁会怎么样，我不管是铁钉还是铁椅，就是我们教你的东西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能量，能量会促使物质发生一些变化，所以东西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会有能量的进出，国中就把它简化成叫做吸热或者是放热，吸热是放热。那么当然能量不只是热能，有什么光能、电能、核能，什么很多能。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会教一下核能，会教一下动能，会教一下位能，也会提到所谓的电能，还有化学能，反正讲一堆。好，讲这都是能量。好，所以能量没有质量，不占空间，但是物质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伴随能量的进出。物质有一个叫做纯物质，一个叫做混合物。纯物质就是只有一种东西。现在我已经学过粒子观点了，就是那个箱子里面手伸进去抓出来的东西通通都完全一样，只有一种分子，只有一种颗粒，那个叫做所谓的纯物质。当初跟你教到的组成一定具有一定的性质，而在当年教这里的时候就跟你提示过了，所谓的组成一定就是构成原子的种类、数目跟排列方式是一样的，要做所谓的组成一定。因为我的组成一定，我有一定的性质，我就有一定的熔点、一定的沸点、一定的比热、一定的密度。OK， 像这些东西都叫做纯物质，金银铜铁啊、水啦、酒精啊、氯化钠，这都是所谓的纯物质。所以纯物质就是只有一种东西组成一定，有一定的性质。混合物就是有两种以上东西混在一块，它不要求有一定的比例，随便混，所以呢没有一定的组成比例，所以也没有一定的性质。像糖水啊、空气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叫做混合物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分清楚什么东西叫纯物质，什么东西叫做混合物。我们在一般的书上，包括课本，都告诉你说纯物质分作元素跟化合物，这样讲法是错的。我们成绩考试也考过了，这边有氧气，这里有臭氧，把两个放在一起变成一堆，它还是元素，因为它只有氧原子，只有氧元素，但是它是混合物，因为它有氧跟臭氧。我们臭氧，这扯到历史观点的一些想法。那国中这样教，台湾的国中这样教，是因为台湾的国中没有单质这个名词。单质就是由一种
一种元素、一种原子所构成的物质。那我们国中没有这个名词，所以我们只好讲元素，但这是错的，这样讲是错的，它并不正确。你看到粒子观点画图的时候，你应该一看就看出来，氧跟臭氧放出了放在一起，那个叫做混合物，因为伸出去抓出来会有两种不同的颗粒。OK。那么化合物就是要有两种以上的元素一定的组成，讲过了什么叫一定的组成，就一定的种类、一定的数目跟一定的排列方式结合的就称之为化合物。所以化合物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元素用一定的组成所结合的，叫做所谓的化合物。那么一定的组成就是一定的种类、一定的数目跟一定的排列方式。我们国中只学过一个排列方式不同的，当初有机化物只学过一个，你还记得谁吗？乙醚。乙醚跟谁？甲醇。好。只有那一个，但是高中会有妥拉以后再说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其他的种类不同，数目都没有问题。混合就是两个东西把它在一块随便混。化合我们它再放一块，它基本上它的性质是不会消失的，糖加水变成糖水，喝起来还是会有糖的甜甜的感觉，所以它的东西不会消失。啊，硫粉跟铁粉拿在一块的时候，只是混合的时候，磁铁过去，铁还是会被吸起来，所以这叫做混合，没有化合。性质还是保持不变，但是如果你把硫粉、铁粉混在那里加热、煅烧，它就会变成硫化亚铁、硫化铁，它的性质就会消失。所以刚才的硫粉跟铁粉，把它在一块之后就会不一样。我们教的是水，是氢跟氧放在一起。那我们说氢气有所谓的可燃。氧气会助燃，可是氢加氧变成水之后不可燃也不助燃，性质就会发生改变，因为它产生的是化学变化，性质就不一样。那说了硫跟铁放在一起的硫化亚铁，你这时候磁铁过去就不会被吸引了，所以刚才那是物理变化，硫粉铁粉混合性质都还在，所以磁铁过去铁粉会被吸起来。当你把硫粉、铁粉拿起来煅烧，变成硫化亚铁的时候，化学变化在过去它就不会被吸引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件事情，了解了什么叫做纯物质，什么叫做混合物，了解了混合跟化合有何不同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，让各位知道的。OK。